아. 要吃完哦。啊。要两口哦。还有暂停的，抱歉，我没有暂停的。我觉得鱼应该是喝到咸的，他喝到咸的，先撇掉他，先撇掉他。所以现在剩下陈哥跟瑶瑶，对你呢？感觉陈哥的比较正常，所以有可能是瑶瑶。瑶瑶哈，我觉得鱼是正常的。哇，太好了，四个人没有一个意见一样。我们要吃的是什么？带花汤，漂亮，好喝的带花汤。是哇，好，太好了，咸到骨子里的带花汤。就用死海的水去煮的，太好了，这么咸，而且又是女生吃到，嗯，你们明天应该脸会跟陈哥一样，俊俏，我们还要玩这个游戏，我扶一下，俊俏的，现在想看谁先吃，女生吧，好不好？原来很紧张哦，他看起来很紧张，那不然你就先吃吧，你就先吧，好。原两汤匙哦，挑一碗，一碗就可以了，挑一碗就可以了。然后喝两汤匙这样，两汤匙，啊可以带料没关系。好。对对对。要两口哦哈。好哦。好。好。对啊，这个演技还满意吗？四位。还可以吧？那个有吓到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叫什么？很难演。妈，我走了。不要放，还有一口。要吃完哦。啊。好，这位麻烦。你小心不要呛到哦。要两口哦。你笑惨。还有暂停的。抱歉，我没有暂停的。我们这个单元没有暂停的哦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个暂停起码录了五六年，第一次看到来宾这样子哦。这个单元有这么好玩？对啊。好。四位，你们觉得谁喝到正常？正常的哦，蛋花汤。我觉得鱼应该是喝到咸的，他喝到咸的，先撇掉他。所以现在剩下陈哥跟瑶瑶，对你呢？感觉陈哥的比较正常，感觉演技略显浮夸，是不是？我刚浮夸了吗？不是，他讲不是我讲，他没讲，你讲的，谁讲的？我讲。我觉得有可能是瑶瑶。瑶瑶哈，后面接招，我觉得鱼是正常的。哇，太好了，四个人没有一个意见一样。哇，是不是该猜拳了？输了出去，输了出来验证。你们两个猜拳，好，一起猜了，一起猜。剪刀石头布。啊，你刚刚不是说他们猜就好？我吃的这个他吃的，这个你吃这个。哦，两碗是同样味道，是不是？嗯。该不会是陈哥吧？你确实是陈哥还是瑶瑶？陈哥都可以，你现在可以决定，你要陈哥还是瑶瑶？因为我们已经输了。对，好，我还是。所以你正解他浮夸，对不对？我不是，是因为感觉陈哥吃什么看起来都很好吃。哇！那我可以去，我可以去代言饲料了。滚！瑶瑶，你看，我们吃。太对了。